现代人大多数喜欢肉食，以致高血压、糖尿病、肾结石、心脏病、血管硬化以及癌症纷纷出现。古人说，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从千百年以来，我们所吃的一碗羹肉汤，看上去只是一碗汤，可是其中的冤仇犹如大海那么的深。要知道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打不完的战争、灾劫、兵劫、瘟疫，都是由吃肉造成的。如果是你想了解其中的道理，那么你半夜去屠宰场拼一拼。杀猪有猪哭，杀牛有牛哭，杀羊有羊哭。那种凄惨的哭声，深深的哀号，深深的怨恨，这种种的冤毒仇恨充塞在虚空中，才造成种种世间的灾难。假使人人都素食，这些冤孽就会平息，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暴力为吉祥。如此之下，就能挽回即将来临的灾劫。素食可健康长寿。一，素食无毒，肉有毒。素食的菜肴大多数是出自地上生长的蔬菜、大豆、花生、果品及海藻等，极富营养又没有毒素。这类食物可使血液保持碱性，这是指其血液清，在医学上称为碱性食物。肉类食品吃了能使血液呈酸性，这是指其血液浊，因此肉类称为酸性食物。素食的人血液清，因此循环得快，使人身体清爽，精力充沛，富于耐力，思考敏捷，而且长寿。例如佛教高僧，唐朝的赵州和尚活了150岁，现代高僧虚云老和尚活到120岁。台湾李炳南老居士多年吃素的缘故，以95岁之高龄尚且耳聪目明，这便是素食健康长寿的现实证明。例如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游泳冠军茂林罗斯，他的速度惊人，持久有力，是最负盛名的运动家，他便是个素食者。根据法国著名化学家建德的报告，他发现肉食是一种食物的慢性中毒，因为肉类食品的来源来自猪、羊、鸡、鸭等动物，而动物在情绪紧张或生气及恐怖的时候，体内会产生一种毒素分泌物，迅速传遍全身的微细血管及肌肉内。这种毒质的分泌物通常都借着肉体新陈代谢的作用排出体外，或是借大小便利流出身外。要是这个众生正在恐怖或愤怒的时候被杀死亡，身体器官停止活动，这种毒质的分泌物没有排泄出去，便残存于血肉之中。要是吃了这种肉类，也就引进这些毒素。所以吃肉就等于慢性中毒。曾经有人试验过，
动物在愤怒或恐怖的时候，身体内部产生的这种毒质分泌物，如果用玻璃管吸取出来，只要一支香烟大小的毒素，就可以毒死一个人。幸而这种毒素遇到蔬菜果汁都可以稍微化解。所以煮肉的时候应该放些生姜、辣椒，或者放些青菜、豆腐之类的素菜，将肉类的毒质化解掉。如果只是煮一味肉，不放姜、蒜、蔬菜等，这肉的毒质没有化解，吃了有害无益，吃久了必定会中毒而死。1954年间，台湾嘉义肺病疗养院有个叫小老广的病人，他是在大陆撤退的时候随着军队来台湾的，因为营养不良患上肺病。他的哥哥在香港做生意，他初到台湾不通音讯，后来取得联络，谈到身患重病，他哥哥寄了一大黑款来，他有了钱就想到要进补。进什么补品呢？吃鸡，吃鸡最补了。起初两天吃一只鸡，吃了几天不见起色，加补了。一天吃一只鸡，吃了几天身体反而更弱了，再加补。一天吃三只鸡，他的吃法很特殊，生怕鸡身的营养会由血液里流失掉，于是用个竹筒把鸡塞到里面闷死，将鸡肉放进特制的银子陶锅，放在水锅里去炖烂，然后光喝鸡汁，这样一天喝三次，喝了不到几天就一命呜呼了。他的这种死因我当时莫名其妙，后来学佛研究素食的道理，方才明白小老广是因为吃肉慢性中毒而死。不但畜生如此，人类也是一样。人类在恐怖或愤怒的时候，脸色会忽然间发紫发黑，或变得苍白，这都是情绪激动而产生毒素在血液中起变化的现象。这种毒素对妇女们还会在乳妇的乳汁里发生，要是被婴儿吸了会有生命危险。印光大师文超宗曾说过这种事迹，有一位西洋妇人谛听印光大师开示戒杀素食之道理之后，放声大哭。他痛惜他的两个儿子是因为他的奶汁而毒死的，原因是他们夫妇感情不和，时常吵架。每当他们夫妇咆哮如雷、大吵大闹的时候，幼儿就吓得大哭不止。做母亲的为了止而啼哭，便解开衣襟，将奶头塞进幼儿的嘴。幼儿的啼哭虽然是止住了，但是却从此身体软弱，不久就死了。由这两个真实事迹看来，可知道素食无毒，肉食有毒，自然应当及早戒杀素食为妙。二，人以素食，勿肉食。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韩丁顿博士曾经做了一项肠道的解剖分析，证明人类适合与素食而不适合与肉食。他说肉食动物的小肠短、大肠直而且平滑，素食动物的小肠长、大肠也长，吃肉也吃素食者的肠子比肉食者长、比素食者短。人类的大肠约有5-6尺长，并且来回排列，肠壁不平滑，而且重叠在一起。这样的肠道是适于素食而不宜肉食的，因为肉类的纤维少，经过消化之后剩下的残渣
在人类较长的肠子里停留过久，会产生毒素，增加肝脏负担。肝脏负担太重，会造成肝硬化以及肝癌症。肉类中有许多尿酸、尿素，吃了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导致肾病。再者，肉类在大小肠中经过不必要的过度吸收，而肉类本身又缺乏纤维，易造成便秘，导致痔疮以及直肠癌。以上从人体肠道之分析足以证明人类食肉是自讨苦吃。三、肉食易导致疾病。中老年人健康的大敌是胆固醇，而胆固醇即以动物的脑、神经与血液、胆汁、胆黄及脂肪等含量较多。胆固醇是构成副肾荷尔蒙及维生素 D 之主体。这种营养素，年轻人或中年人摄取适量颇为有益。要是一个人的血液里含胆固醇太多，就会引起动脉硬化、心脏病、高血压等症。中年以上的人，身体各部生理逐渐趋向衰退。自然应该避免多吃含有丰富胆固醇的肉食，以维持身体健康。今天台湾死亡原因首屈一指的就是心脏血管病症。从病症统计，可见得台湾的人吃肉太多了。从各种研究报告中指出，肉类可以导致癌症。因为肉类在烧烤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这是严重的致癌物。要是吃烧烤的肉类，一块牛排可以相等于600支香烟所产生的该等化学物质。所以吃牛排及烤肉等高卡路里的食物比大量抽香烟更可怕。其次，如果猪牛患有癌症或癌类病症，吃了这个猪牛的肉很可能会被传染到癌症。再其次，有的畜牧商人为了畜养的猪牛鸡鸭不会被传染疫症，于是便在饲料中掺一些抗生素进去，这使得吃了这个畜生之肉的人也摄取了许多抗生素。以后这个人要是生了病，对于医生所使用的抗生素和特效药产生抗药性，弄得无药可治，束手待毙。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为平时被食肉所误的。目前台湾第二大死因就是癌症。酒精能将致癌物质输送到身体组织里去。喝酒的人常会得到肺癌、口腔、食道及胃癌，间接导致肝癌、肝硬化。喝啤酒和结肠癌及直肠癌之间有绝对的关联，所以好吃鱼肉再加上贪杯饮酒，等于火上加油，危险万分。至于防癌的食物好多，凡是有维他命 A、C 的食物都可以预防癌症，例如花椰菜、香瓜、红薯、番茄、杏子、桃子、南瓜、菠菜、冬瓜、芽甘蓝、甘南菜、菜花、柚子、青辣椒、柠檬、蒜膏、莱姆、橙、橘子、豌豆、凤梨、草莓、蜜柑、红萝卜、脱脂奶粉等。素食之人不妨多吃。美国人曾经调查统计，人体内的瓢虫病有10%是由牛肉传染得来，而生肺病的人也有吃牛肉传染的。另外，弗列拉液中
有种名为豚虎列拉，那就是由猪肉传染的。丹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重建节后邦家，政府严禁人民宰杀动物做食品。到了第二年经济复苏后，才解除禁令。岂料解禁后，国人患病者反而比较禁止肉食时期更高，可见素食有益，肉食无益。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保加利亚有长寿人国之称，全国人口600万中，而年高百岁以上的老人竟占了160多人。其长寿原因，经医学家研究结果，由于95%为终身不吃肉者，这是素食可以使健康长寿的又一个证明。美国营养学家柯林斯他说，人类如果能够废除肉食，将获益无穷。素食可青春永驻，精力充沛，脑力敏捷，皮肤润泽，这是青春少年的现象。相反的，身体疲劳，神志不清，皮肤粗糙，变成衰老的象征。今以此三者为 准，将肉食与素食做一个比较。营养学者朱修慧说，多食肉类在医学上称为酸性食物，可使血液呈酸性，即是血液浊。要中和酸性时，血中的钙质必大量消耗，其钙量消失，细胞即行老化，人体则易疲劳，没有耐力，容易神志不清和衰老。而多吃青菜、水果这些碱性食物，可使血液保持碱性，血液清，使人清爽，精力充沛，富于耐力，脑力敏捷，并且可以长寿。这就将素食和肉食者从体力和脑力做一个对照，卓然可见。一者保持青春，一者衰老退化。皮肤的润泽或粗糙，令人一望而生青春与衰老之感觉。所以，润泽皮肤为永驻青春的重要事项。素食怎么样可以保持润泽的皮肤呢？这必须从素食者所吃的植物性脂肪说起。脂肪的营养价值是：一、供给热能；二、维持体温，保护内脏和润泽皮肤；三、帮助维生素的吸收。脂肪过多令人胖，易患高血压、脑充血以及心、肝、脾、胃等内脏病。要是脂肪太少令人瘦，易患种种衰弱以及皮肤病。脂肪的来源有二：一、是来自动物之肉身，如猪羊的脂肪及肥肉，名为动物性脂肪。二是来自植物的核仁，如花生油、大豆油，名为植物性脂肪。这两种脂肪的利弊差别很大。动物性脂肪为饱和脂肪，含胆固醇量多，容易引起血管硬化、高血压、心脏病，也有利于癌细胞的繁殖。植物性脂肪为非饱和脂肪，能促进胆汁酸的排泄增加，使胆固醇降低，可避免心脏病跟各种血管病症。由此可知，素食者食用植物油实为健身助颜的一大要素。植物性食品的脂肪含量以核桃为第一，含有66.90%，其次为花生，含有48.70%，
其三为白芝麻，48.23，其四为黄豆，20.22，此类脂肪皆非饱和脂肪，吃了有益无害。动物性脂肪含量以猪肉为最多，含57.80%，其次为羊肉，含25.00%，牛肉含13.50%。但此类脂肪属饱和脂肪，更含有大量胆固醇，容易引起心脏、血管等病。据传闻，老牌电影明星蝴蝶以日常素食故，虽改虽借古稀之年，依然风韵犹存。此为素食可以助人之一佐证。素食可提高智慧。大赖给我纪云，食肉勇敢无害，食骨智慧而巧。这是素食可提高智慧之说，鉴于我国最早的古代典籍。这种说法对于年轻的知识分子非常重要。可惜后来提倡素食的人多数从因果业报戒杀物生利论，很少人去研究素食者智之原理，误了多少人素食之机缘。近代日本国立公众卫生院平山雄博士以研究学术的眼光，曾发现素食者嗜欲淡，肉食者嗜欲浓，素食者神志清，肉食者神志浊，素食者脑力敏捷，肉食者神经迟钝。他这种发觉与我国古人素食多智之说不谋而合。现代人谈素食一书，谈到现代医学家在不断研究考证中发现素食有两大利益。第一是素食可以提高智慧与判断力。他说，根据生理上的证明，人的头脑活动力是由脑细胞内具有正反两种力量交互作用，在人大脑中不断的冲击，就形成了无人通常所谓的思考。冲击到最后，总有一方面的作用获得胜利，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决定。但是要使大脑细胞能够充分发挥其正反两种作用，就必须充分给予大脑细胞所必须的养分。这种养分主要为麸酸，其次为维生素 B 及氧等，而食物中则以完整谷类及豆类含麸酸和各种维生素 B 最丰富，肉类则次之，而且分量微少，所以唯有实行素食的人才能获得更为健全的脑力，也才能使智慧与判断力提高。回忆40年前我们在求学时代，那个时候的医学界颇以为欲想提高智慧应多吃磷质和铁质的食物，它的科学的根据是大脑皮肤细胞缺乏磷便影响脑力，神经缺乏磷即传达迟钝。至于铁质，它是提高智慧之重要因素。人体如果缺乏铁质，则患贫血、发生头痛、心跳、善忘、体倦等病症。这样的人读书成绩自然低劣，食品对学业关系如此密切，所以青年学生不可不知营养常识和素食的利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尤其以做学生的人总希望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为了想要做超级智人，
于是就得补脑补身体。中国人古老相传一个错误观念，就是人体虚弱借助肉补，又以为吃肝补肝，吃脑自然可以补脑了。从前科学不发达，大家都不知道猪羊牛的脑中含有胆固醇，在妄想吃脑补脑之错误观念下，有许多的富家子弟变成呆头呆脑，反而不及咬得菜根香的贫寒子弟来得聪明智慧。于是社会上常有听着一些脸猪清寒子弟的一个隐语，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或是咬得菜根方是奇男子，甚至有几多白屋出宫轻之叹。可是又有谁知道素食多智的道理呢？我国佛教界奉行大乘佛法，出家僧尼一律素食，从古至今我佛教中高僧辈出，或智慧超群，或辩才无碍，好似如名满天下的释道安，才高五印的唐玄奘，智者九旬檀庙，生公晚十点头，清凉以道德文章为七弟师，莲池以习俭相应作八代祖。如是等高僧大德不可胜计，岁月彼等修持佛法故，福慧增长，而遵行佛制，常年素食，对于提高智慧也是一大因缘。现在依据大学医学院营养教材表摘录有关提高智慧最普通之食品营养法，以供有志素食者做一个参考。细观此表，肉类和素菜两相比照，可知素菜食品所含之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B 都超过肉类食品，而且素菜之种类繁多，来源米广，又没有毒素，可安心食用，足以证明素食胜于肉食。将来以释法论素食的利益，其利尚可以数字表达，以下用佛法论素食，其利益更不可思议。杀劫又名刀兵劫，也就是便秘起战争。古时候的士兵作战用刀剑做武器，故便秘发生战争叫做刀兵劫。这种刀兵劫的起因，不明英国的凡夫俗子误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就，或者是国内的政治野心家所导致。以佛法的因果业报来谈，这不是根本的原因，这只是一种助缘而已。根本的原因是从杀生食肉而起的。现在举慈寿禅师的偈子来做说明。偈云：世上多杀生，遂有刀兵劫。复命杀汝身，欠财焚汝宅。离散汝妻子，曾破他巢穴。报应各相当，洗耳听佛说。这个偈子的第一句，世上多杀生是因，遂有刀兵劫便是果。你前世杀了他是因，他今生杀你身是果。你过去谋他的财是因，今生他烧你的屋宅是果。为什么他害得你妻离子散呢？因为你过去生曾破毁他的巢穴，也就是杀鸟食卵，所以他今生害得你妻离子散。因果报应是吃他八两还半斤，一点儿也不马虎。所以要想不受五报，便应当皈依佛门，
相信因果道理，勿造恶业。我再举个历史事实来做证明。从前佛在世的时候，琉璃王带了大兵去打迦毗罗卫国，佛曾亲自去见琉璃王，请求和平解决，结果和谈不成，佛就叫释迦族人防守自卫，不要攻击。琉璃王的军队攻入城来，到处乱杀人民。这时候神通广大的木莲尊者运应神通，将释迦族人胡法白射入一波之内，送至天宫避难。等到战争停止之后，再去拿了一看，波中之人尽成血水。木莲尊者请示佛陀，这是什么孽缘？佛说，过去许许多多年前，这里有个大村庄，村中有一个大鱼池。在一个大好的节日，村中的人把池里的鱼都抓来吃，其中有一条大鱼也被抓来杀了吃。那时有个小孩从来不吃鱼肉的，为了好玩，用棍子敲打大鱼头三下。那时的大鱼就是今时的琉璃王，小鱼就是现在他的军队。村庄的人士就是现在被他们屠杀的释迦族。那个虽然没有吃鱼肉，可是敲了鱼头三下的小孩就是我。我因为食鱼肉故未被杀，但是敲了三下鱼头，所以这时头痛三天。上述故事就叫因果报应，自作还自受，他人代替不了。1927年，欧美书食会在英国伦敦举办第一次万国茹素大会，参加的名流学者、发心吃素的人有好几千。后来又在捷克国新罗瓦市召开第七次国际书食大会，这次有中、德、法、美、澳等13个国家。中国代表出席者为民初鼎鼎大名的吕碧城居士。在这次的大会中，英国的华尔逊博士发表演说道：要想避免人类流血，便须从餐桌上做起。这话意义深长，提倡大家素食，可消弭杀劫无形，值得有心救世的政治家深切体会。素食者不受恶报。杀生和食肉这两个都是恶业，有的就造一种，如食肉者未必杀生，杀生者不喜欢食肉，有的兼而有之，如杀生的屠夫喜欢吃肉。有些调皮的人总是想把责任推给他人，做屠夫的把这杀生罪推给食肉的人。每当宰猪的时，他就怒念有词：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他不吃来我不宰，你想吃的去讨债。可是吃肉的人却把罪过推给屠夫，说什么他不卖我不买，他不杀我不吃，又说他不是专为我而宰的，等于彼此互相推卸罪责。平心而论，都只是自圆其说，而楞伽经却说得好：为利杀众生，因财网猪肉，二俱是恶业，此堕教万欲。若无交响球，则无三净肉，彼非无因由，是故不应食。杀生的罪报，依华严经说，
决定堕落地狱畜生恶鬼中三受受罪亡转生为人，还得受两种恶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三头是正报，人中是愚报。六道轮回苦，孙儿娶祖母，牛羊席上坐，六亲锅内煮。这是唐朝的时候，寒山大师看到一个俗家人娶媳妇，这新娘原是他的老祖母转世，同时在看到坐在筵席上饮酒食肉的来宾，原来是过去他家里的牛马，而锅里的猪羊鱼肉都是他们家的六亲眷属转生。大师看了，可怜六道凡夫众生不明因果，颠倒妄为，不禁悲从心起，嚎啕大哭，说出了上面这个偈子。如果是大家都戒杀素食，就没有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之因果循环，人世间也就永无六亲锅内煮之业报了。素食者增长起飞，素食对我们人类来说，无论是维持身体健康，或者是避免因果业报，都有莫大的利益。再由个人扩大到社会国家，能令社会安详，世界和平，可见素食的利益不可胜计。在这许许多多的利益之中，我以为素食的最大利益应该是增长慈悲心。这话怎么讲呢？大智度论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说明白点，有慈悲心的人渴望成佛，做三千大千世界的无上法王。所以说素食的最大利益为增长慈悲心，慈悲的意义是娱乐若皆慈，法苦若悲，慈悲到极点，大慈大悲即同如来。梵盲经说，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食肉之人杀生自肥，这就是残忍的行为。将这种残忍之心推而广之，可以损人利己，无恶不作。食肉之人触类众生，见到他的身子，闻到他食肉过后身上发出的骚气，舍之远避。例如屠夫入村，狗见家废。素食之人心存仁慈，日益增长，推而广之，一切众生皆可喜可忧，皆欲与乐拔苦。这就是慈悲为佛道之根本的原理。杀生食肉，实是恶业，必当受报无疑。只是受报要依据杀心的猛弱和杀法的残忍，而各有持素高下，不能一概而论。其次，杀生食肉后的忏悔修善，也可以转后报做现报，将重报折轻报。我为了要让各位切实了解杀生食肉恶报之事，不妨现身说法，将我食肉受报的经历略向各位宣说。我在18岁的那年，为了抗日救国，走出学校大门，
毅然参加抗战行列，幸蒙祖宗福德荫庇，只当半年上士文书就升官了。从此在钱粮里面打滚。到我退休出家之前，我在政军两界干的大部分都是钱粮业务之类。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虽一文不苟取，然而近水楼台，究竟用起钱来便利多了。我有钱就饮酒食肉，造了不少杀业，清夜门心颇为不安，因此对金钱发生厌腻。后来出家，不愿意数钞票，不愿意存钱，实在是由于这个缘故。提起我饮酒吃肉的本领来，虽然不大，可也不少。论酒量，一两瓶高粱酒喝下去，脸不红，神不乱，吃鱼吃肉更是惊人。定坐下来，细嚼缓咽地吃上两个小时，吃一两斤肥肉，不叫是腻。我最喜欢吃鸡、吃鸭，每餐都吃，怎么样吃也吃不厌。一年下来，我们究竟吃了多少鸡鸭众生，没有统计过。但是有一次，我们住在浙江定海的西口坳，出道之时，这村庄附近各地都可以看到鸡鸭成群。我每天都叫房东的大小姐为我们去买鸡鸭，交给勤务兵杀来吃，多则三五个，少则一两个。三个月住下来，这村庄周围五里路以内的鸡鸭都给我们吃光了。有一天下午起大北风，我又叫房东小姐去为我们买鸡。她说：“你还要吃啊？这里五里内的鸡子鸭子全都给你吃光了，你还要吃？仲要食啊？”我说：“她是因为天气冷，怕出门，不肯去买，所以用这句话来搪塞我。”于是我自己带了一个勤务兵，在驻地周围四五里路打了个转，果然没看到一个鸡鸭。我才知道我竟然吃了这么多的鸡鸭，不禁心里一惊，我造的杀业太大了。民国四十二年，我信佛了。在看过佛经明白因果之后，我急于勤求素食，计数钱千。据我所知，在军中公开信佛、公开素食的，我是第一个人。可是内心却大有后悔莫及之感，为求一心忏悔及弘法利生，将功赎罪，乃决意出家。也许因此一念之善，我今生造的杀业，幸得将重报折轻报，将厚报做现报。民国六十三年端午节的前两天，我在南头莲光兰墨的无量寿观中，上午八点钟开始拜净土忏。这个时候我闭关已经将近三年多了，拜净土忏也已经拜了九个多月。第一拜拜下去，就觉得身轻起来，向着西方前行。走了不到几步，听到身后有很多鸡鸭的叫声，回头看去，只见成千上万的鸡鸭分作三行追随着我。我沿着他们的行列往后看，约两里多路长才看到他们的集合场，是在南头古车站的大广场上。那边还有牛、狗、猪等一大群在排队静候上路。再反观自己，我胸前抱着个鸭子在叫唤那些众生，一呼一应。我看到这种情形，心想他们来找我算账，不禁一惊，如梦初醒。我继续将净土忏拜完之后，
生怕我会生大病。即巧听说换来武官的刘文斌居士将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他，请他好好的照料我，在最近期间不要远离。怎么知道就在当晚于禅房里平地一跤跌断左腿，虽然延请中西名医治疗，花费现重巨额医药费，自己受尽无法言喻的痛苦，一切治疗终归无效，以致变成了跛脚法师。这就是我杀生食肉的业报，我现在向大家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虽然我后悔已经太迟了，但是希望大家以我此事作为前车之鉴，各自警惕，没吃素的同修早日戒杀如素，免倒覆辙。最后我在劝告诸位同修发心戒杀吃素之外，再劝各位还需修学净土法门，念佛求生西方，才可究竟离苦得乐。持素则念佛，合之则良美，分之则良损。这话怎么讲呢？如果持素不念佛，来生以素食持素的缘故，必定大富大贵。古人说，一日持素，天下杀生无我分，何况终生长素，其福报岂可计量。有了福报固然是好事，但是大富大贵的人十分之九不愿修道。所谓富贵学道难，富贵中人不知学道，他的生活必定趋向食色玩乐的享受。食则一息千命，色则一翠微红，玩乐则歌舞戏嬉。凡是过着这种生活的人士，不难想象到他的将来必定堕三恶道，到第三世他就受苦了。又如果念佛的人不持素，临终多被业力所障，不得往生，流入八部鬼神中去。这即是持素则念佛，分之则良损。如果能持素又念佛，即得现前身心康乐，当来往生西方，见佛闻法正三不退，终至圆满无上菩提。其功德利益广大如法界，究竟莫虚空，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也。淋漓未足珍，一般痛苦般痛苦怨难伸，涉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世上刀兵劫，
世上到底